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律玉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律玉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律玉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538页啊，538页第六行，从第二句看起，法藏者又名佛法藏啊，乃法性之离体，亦皆当人本具之如来藏性也。经文为众开法藏，法藏是什么意思啊？法藏又叫佛法藏啊，乃法性之离体，就是当然是每一个人、每一个众生本具的如来藏性啊，着重这个性字，如来藏性啊，这是离体，所以称之为法藏。下面告诉我们，法性含藏无量心得啊，得是得用功德无量无边啊，所以称之为法藏。那么前而言之呢，下面说又法藏者，如来所说之教法，这个说法说得很具体了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印度啊，一生教学49年，49年所说的这一切教法，这叫法藏啊，教法含藏多义，古名法藏啊，多法集结，所以又称之为法蕴啊，蕴是蕴藏的意思，是其数有84000。
八万四千是个圆满的数字，用它来形容法藏啊，八万四千法藏，十二部经。这个十二部是佛说经所用的十二种题材啊，为人演说。下面念老引用《法华经·宝塔品》里面说，持八万四千法藏十二部经为人演说，又《居舍论》里面说，说话有情，有贪嗔等八万行别啊，这就是佛所教化的众生，指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啊，有贪嗔痴慢啊，八万行别，行就是行业，别是差别啊，所做的善恶业因呢，无量无边呢，啊，说八万行别，为对治彼之八万行故，世尊宣说八万法蕴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为大家宣说八万四千法门，就这个意思。是以愿为无量众生开显法藏之真实，复流出八万四千妙法，对治众生烦恼。佛说说法用意就是帮助众生断烦恼长智慧，就是为这个。啊，但于八万四千法门唯一净土妙法，能会真舍之理，普令一切寒灵皆得度脱，故知所开法藏之首要正是本经啊，这就讲到位了。为中开法藏，法藏里面包含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啊，真正能令众生得利益，一生当中成就无过于无量寿经啊。这一部经讲了三个真实，真舍之际，这是从性体上说的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一部经是从真实之际流露出来的啊，真实之际是自信啊，自信能生万法，是现象，能宣万法，是把现象的
真实相说出来。啊，所以这个经上讲真实智慧、真实之力，这个力是利益。真实之力是什么呢？普令一切寒宁皆得度脱，这就是真实利益。普是普遍，一切寒宁啊，临就是知啊，一切寒临是知的我们今天讲的一切动物，动物都有灵性，而且非常明显啊，他们生活也很辛苦，躲在畜生道。啊，形状跟人不一样，灵性没有差别。所以，有不少动物也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佛门里有个小册子，叫《物有如此》，专门记载动物念佛往生。这都不是假的啊！我们看到好像是《进修捷要》里的说过，黄念老说过啊，夏莲居老居士，佛堂里打坐常常有一只老鼠，这个老鼠以后往生了啊，公鸡往生的，啊，狗往生的，这畜生很多很多，啊，他怎么能往生的？就是一句佛号啊，他念不出来，他的声音的时候，那就是佛号。啊，由此我们就明了了，慧中开法藏，法藏的第一就是这部经，这部经在一切经里头第一经啊，古德把它称为中本华严，华严是大经啊，里面给我们说明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真实相，龙树菩萨在龙宫所见到的华严有三本，有大本，有中本，有小本啊，他把它带回来到我们人间来的是个小本啊，小本是目录提要啊，这部经分量特大，那么从印度传到中国，每一次传来都不是全部的，残缺不齐啊。第一次传到中国来，东晋时候翻译的60卷，我们称为60华严。第二次传来的舍迦南陀，
啊，这个名字可能有错误。啊，在武则天做皇帝时候翻译的。啊，第三次，贞元年间，只有一篇普贤菩萨行愿品，就是最后一篇，但这一篇是完整的，前面两次不完整啊，这一篇是完整的，所以有个三次翻译啊，去掉重复的部分，总共99卷啊，现在看到的华严经就是中文翻译本，原本梵本呢已经失传了啊，非常可贵啊，这个里面确实给我们说84000法门啊，净土也包含在其中啊，最后道归极乐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三种真实就圆满了啊，是这幕后这一句很重要啊，我们把它念一遍，愿为无量众生开显法性之真实，复流出84000妙法对治众生烦恼，但于84000法门唯一净土妙法，能会真实之力，普令一切寒林皆得度脱，故知所开法藏者首要真实本经。这个几句非常重要啊，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生出真实的信心，不再有丝毫怀疑啊，广施是普遍施给一切众生啊，普利一切众生叫广施，所施之物呢，这是功德之宝，功德佛法里面最普通的术语啊，常言说得好，断我修善积功累德，就功德啊，功德是什么？人王经书上卷有说，施无名功啊，我们布施、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都称之为功。啊，归己，这个功归自己，这是德。这两句话我们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像张家大师早年教给我的，要养成一个施舍的心啊，心常常存着布施啊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啊，常有布施的心，这是功德啊，遇到缘尽心尽力去做
自己在积累功德了。下面有《圣曼宝窟经》上说，握尽月供，善满成德。这两句话说得很好。我的行为没有了，我的言论没有了，我的念头没有了，这是真的功啊！我没有了，善就积累了。我是破坏善，破坏你的善念、善言、善行，要我要是净了，简单的说，这个我是我，简单的说，这个善就是善，害众生的念头没有了，杀盗淫妄，杀盗淫。这是身的三种我业，这个我业没有了，这是功啊。翻过来，握断了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这个身圆满了，这就是德。这两个字要认识清楚。我们才知道如何断恶修善，如何积功累德。又得者呢，得也，跟得失的得这个意思相同，修功所得，你所修积的功德。我天天少，善天天多，好死啊！从根上说呢，就是念头。我念呢天天少啊，善念呢天天多啊，善中之善，以称名为第一。所有一切恶念都放下了，一心只照顾到佛号，让佛号呢念念相续，前念是佛号，后念接着还是佛号，这样好啊。这是功德里头的第一功德。综上二说，前面两种讲法，则立身于去恶明功。立身是利益众生，这是说的化他，教化众生，帮助众生断恶修善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这是立身。能够立身，当然就去恶了。去恶是成就自己。刚才讲了，我念、我言、我行都离开了，都放下了。这是功啊，那么这个功的果就是德。念佛这个功德是果是什么？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，
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是果啊，果得了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在变法界、虚空界是第一善知识，好老师。我们在阿弥陀佛座下一生证得圆满的佛果，那就是圆满的功德。下面为我们解释宝字，宝者啊，本段末后这一段就两句经文，广施功德宝啊，这个宝字念老提醒我们应身着眼啊，这个字很重要啊，成为画龙点睛之笔，该开法藏之所开显者，那就是这个宝啊。广施于众生的呢，也就是这个宝啊。那这宝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很明显的，我们能体会到法宝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说，一切布施当中，法布施为最。为什么？法能帮助众生开悟啊，财不能，无为也不能啊，法能帮助众生救。啊，下面念老举例啊，举了三个意思。宝字举三义，一者美称如尊佛，二名之为宝王如来，这是称赞赞美，赞美念佛三昧也叫宝王三昧啊，这是赞美的意思啊。尊佛菩萨之印旗为宝印啊，这个印旗就是印证啊，像慧能大师啊，求五祖给他印证啊，证明他真的明心见性了啊，这叫宝印。那么这是第一个意思。二者呢，宝是梵语摩尼的译名，人王经两笔书曰，梵云摩尼，此梵为宝啊，会意梵云如意宝珠，随意所求啊，皆圆满故啊，这称之为宝。又《涅槃经》第九卷有摩尼珠，投掷注水，随即为清，这是说摩尼宝珠的作用啊，放在注水里头，浑浊的水，这个水啊就清了。
啊，有这个作用。又弥陀疏钞也有这个话，疏钞是莲池大师写的，明珠投于浊水，浊水不得不清，佛号投于乱心，乱心不得不服。这个四句偈念佛同学功夫不得力，这四句记住，他能帮助你。为什么不得力呢？妄念太多了，我一面念佛妄念总是起来啊，那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功夫还敌不过妄念。不要害怕妄念怎么样呢？不要去理他啊，不管他，把精神注意在佛号上啊，这样念呢，念久了慢慢妄念自然少了，功夫就得力了啊。有一些同学因为念的时候，不念的时候，他说我好像没有妄念，这一念的时候把妄念全念出来了啊，这是一种错觉。不念的时候妄念多，你没有觉察到，你没有注意到，所以你不知道你有妄念。这一念佛或者一打坐叫一静坐，它就出现了啊，绝对不是静坐生妄念啊，念佛起妄念不是的啊，妄念本来存在，你不用功你不能觉察，用功发现了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所以这是正常现象，许许多多人都有，现在人有，古人也有啊。方法就是不要理他，随他去，你越理越多啊，不要去理他啊，老实念佛，把注意力都着重在佛号上啊，时间久了妄念少啊，智慧就增长。那么这也正是以宝珠啊比喻佛号。三者大智度论第四十七卷有啊，有这么一句话，于诸宝中法宝啊是十宝，今世后世乃至涅槃能为第一。经经中宝字细句如上注意啊，上面讲的三个意思都有，所说之法是真舍法宝，此法至妙无上啊，故誉之为宝。这个意思说得很清楚，很明显。啊，真正的法宝是经教。啊，真实法宝是经教啊，佛所说的，圣人所说的，
啊，他所说的道理、方法、效果，可以说永恒不变。啊，举很简单的例子说，五戒是善，六度、六合，这都很简单的例子，它会变吗？它永远不会变，它是真理，它是真实智慧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五伦五常、四维八德，过去千万年是正确的，未来千万年它还是正确的。啊，你能依教奉行，你就能修行正果。啊，那么讲到究竟 法宝，就这一句名号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作证，他念了92年，叫没拐弯呢。拐弯就是换道路啊，没有拐弯就是一直念到底啊，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他有什么成就呢？成就不可思议。他念到功夫成片，他念到四意心不乱，他念到利益心不乱。利益心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所以他说，我什么都知道，就是不说。那师父教导他，不能乱说。不能说，给我们证明这一句佛号宝中之宝啊，无上之宝啊。啊，汤恩比博士所赞叹的大臣啊，他说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两样东西都在中国。我们要知道，在中国古籍里面，啊，在《四库全书》里面，在《大藏经》里面，保在这里头啊。啊，道教有道藏，现在儒家有人在提倡编儒藏。啊，将来编辑成功了，中国有三藏，啊，有佛藏，有道藏，有儒藏，啊，千万年前祖宗留下来真实智慧，真实的理念，真实的方法，真实的效果，真实的经验。啊，是中国古圣先贤对这个地球上所有众生最珍贵的
啊，这个宝物的钥匙就是中国的汉字文言文。啊，你懂得汉字文言文，这钥匙你就拿到了。啊，就能打开你的宝藏啊。啊，那还要记住中国老祖宗的教诲。如何开这个宝藏，要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。啊，不能同时学很多门。啊，一门一门的学。啊，譬如我们这里有三个老师开三门课。啊，老师他自己也有学校。啊，他可以一年到我们这里来教两三个月。啊，这两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只学他一门。啊，第二位老师教的时候，这位老师回去了，第二位老师来。啊，我们跟他学，学他的呢一门。我们同时都是学一门，不是学三门。啊，但是在一年当中呢，三门都学到了。啊，每个老师来讲三个月，这是正确的。啊，而不是每一天上三堂课。啊，那个方法不行，那个方法会把我们扰乱的。我们的精神精力要集中，集中在一样上。啊，古时候教学法是这个办法。啊，古人教学是跟一个老师。啊，由一个老师这里学了几年。啊，再去拜第二个老师学另外一门。啊，学三门东西三个老师，但一定是三个时代，不是同时。啊，这一点要特别留意。啊，我们这一天24小时脑子里想一个问题，容易得三昧，容易开悟。啊，如果一个小时里头想三样东西，乱了，杂了，不但不能开智慧，会生烦恼啊。啊，可能呢老师讲的不一样啊，你会有比较啊，我用不着。啊，比较就错了。每一条道路有每一条道路的路况，路况并不完全相同。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办了。啊，自己有主宰。把老师的优点统统吸收了。自己融会贯通。自成一家。这个例子很多。在中国历史上我们能看到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学东西就快乐。啊，我们年轻时候不知道。啊，所以李老师，我拜老师的时候，我前面有两个老师。啊，再拜他跟他，他就怕我拿前面老师所教我的跟他来相比较，那这就麻烦了。啊，沙陀也给我的条件。啊，第一条就是，过去你所学的，
啊，无论跟什么人学的，我一概不承认，通通作废。你要跟我学，从今天起，一切从头学起。啊，以前都是放下，不准再提，这是对。如果拿前面三个老师来做比较，一事无成。啊，跟一个人，跟定了。这才有好处啊。那么我在台中没有出家之前，跟李老师15个月，1年3个月，我学了13部经，啊，这13部经我都能讲，还讲得不错。啊，我出家了，这出家缘成熟了，我出家了。啊，出家之后教佛学院，教了一年2个学期，我才用2部经，我学了13部，啊，教一年才用2部。啊，自己感觉的是不够，因为学的都是小部经。啊，里面最大的两种，那就是啊，最大的是3种：《金刚经》、《普贤行愿品》、《地藏经》。这3个分量比较多一点的，其他的经都不长，啊，小部经多半从阿含大集里面所选的，啊，老师教的方法有道理啊，真的受用。啊，在台中的期间，完全听李老师的指导。啊，他不让我看的书，我绝对不要去看。哎，所有的这些法师大德到台中，在台中讲经不准去听。啊，为什么？你能专一，专一能得定，定能开慧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你要是多听，广学多闻，增长知见，心不能得定，不能开悟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我们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，心就服了，对老师感恩。啊，那我们遇不到老师怎么办？老师有著作，啊，现在呢还有光碟，用光碟用著作是一样的啊，也是要守这个规矩，一门深入。自己没有开悟之前不看别的东西，要坚持这一点，我们就会有成就。
啊，你看一片光碟能不能看100遍，能不能看200遍，这就在你了。为什么要多看？多看就熟透了，多看心是一啊。我这一段时间在听黄念祖老居士的进修结要报恩谈，我已经听了70遍了啊，有50-60遍了。我每天还在听遍数不多不行啊。啊，变数要多，听的时候不要有杂念，不要有妄想，就像上课一样。变数越多越好，心是一个。心无二用啊，这才会有成就啊。凡是功夫不得力，都是学得太多太杂。这个法门好，那个法门也不错啊，都想学，问题出来了。如果海贤老和尚念佛号，还想念经，还想念咒，他就不能成就啊。他不专，他不依，一门深入，他多门深入违背古圣先贤的教诲，古圣先贤教诲了不得了，是他一生的经验，不但是自己一生经验，即古圣先贤的经验，哪里会错呢？啊，我们今天说是对古圣先贤怀疑，啊，也看到有一些人呢，哎，他学很多门，他都有成就啊，都还不错啊，还能出力旁通啊，啊，那是极少数的。禀赋不一样啊，那我们讲有天才儿童啊，啊，我们是普通人，普通人要走普通的方法，稳稳当当啊，啊，不能走那些是少数啊天才，我们不是那个少数人，那学不到的。啊，海贤老和尚表发表得好，老老实实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自然通达。啊，没有勉强，没有我一定要学到什么程度，没有，完全自然。这就对了。我为什么说这些话？因为现在真正有修有学的人少了，
一个个都往生走了，往后要想学的时候没人教了，现在就缺乏师资。如果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，这个网络、微信，这样的媒体传播，我们的教学就有困难了。能教几个人？李老师过去告诉我，顶多十个人。学校里面为什么不能出人才？那一般四五十个人，老师照顾不过来呀，他没有那样的精神呐，顶多只能照顾十个人，个个都照顾到。所以从前教学学生并不多，家里小孩多了怎么办？请两个老师，两个老师，两个教师，教师叫塾，私塾的塾，塾就是 学校，东塾西塾，大家庭里头不止一个老师，当然有一个老师专门教小孩的长根教育，另外大的孩子十二三岁以上，他可以专攻一部经，或者专攻史，经史之学，就会请两个老师，这都是我们曾经见到过的，制度论上这一句话，予诸宝中，法宝是十宝，今世后世乃至涅槃能为利益。法宝要重视啊。在我们中国法宝就是指的乾隆所编的四库全书、四库会要，那么它的钥匙唐太宗所编的群书之要，这部书重要，它偏重在行门，帮助我们怎样修身，也就是我们如何得到健康长寿，这是一门学问呢。群书之要能够帮助你，帮助你家庭幸福，帮助你事业成功，帮助社会安定，帮助国家富强，帮助天下太平。你看，这真宝，这可不是假的。在这一部
精识自己里头吸取精华，啊，用它来治国平天下。另外一套国学之要，啊，国学之要，这个思想的想法的来源是从全书之要的，啊，看到唐太宗的方法不错，啊，于是他们也编一套，编成是唐太宗呢是修身齐家治国的，啊，真是受用。这一套国学之要是做学问。啊，材料呢还是在《四库》里头，啊，《治要》里头没有集部，集部是有文章文义，他不要，啊，《治要》里头有，啊，《治要》是经世自己这四样东西里头选出来的，啊，是为四库的入门。啊，我要入四库，最先是拿到钥匙，钥匙是文字学，啊，说文解字，文言文。啊，拿到之后，我们要想做文学、哲学，啊，史学。可以从治要入门，先对去四库全书认识它，啊，然后自己喜欢哪一种哪一个类别，你就专攻，在学问上有所成就。啊，只要是在四功上有所成就，啊，性质不一样。两者只要特别亲切切要，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想能过得一生幸福，啊，要过一生的幸福，一定要求学，一定要亲近古圣先贤。啊，老师找不到了，这本书找到了，我就在这个书上下功夫。啊，下个五年、十年，自己在这一生当中会得到幸福。啊，真正总的最重要的总纲领，啊，你看有许多很多地方办论坛，办到最后问题都出来了，最先办的是好事，用心好，最后办多了，多搞得名闻利养，啊，带来很多烦恼，啊，外面受人批评，这什么原因？就出了一桩事情，用心不一样了。你最初开创办的时候是用真心，最后到以后名利加上去了，名闻利养加上去了，五欲六尘加上去了，你的心不是真心，妄心。妄心干这个事情，怎么能干得好？真心要用到底啊，贯彻到底啊，不能用妄心啊。
一真一切真呢？我们年轻时候闻到佛法，知道这个东西是宝中之宝，大乘佛法真正不可思议，哪一个法宝都是满足我们生活的需要，不能帮助我们解决生死问题，这个没办法。宗教能帮助我们升天，能帮助我们避免恶道，不能叫我们脱离六道轮回，这个他一点他没想到。他认为天就最高的了，不像佛法，佛法是真正彻底了解事出世间法的真相。他知道六道是假的，不但六道是假的，十法界也是假的。他教导我们，出离十法界。成佛做主啊，这才究竟呢，利究竟苦，得究竟乐，这大乘。大乘当中，特别是无量寿经、经中法门，我们遇到了。这才能放下一切，念佛法放下了，念大乘也放下了，大乘里头我只取这一部经，我只念这一句佛号，我走海贤老和尚的路子，这是一条光明大道。一生当中圆满成就。它包含不包含十法呢？当然包含。事出十法最圆满法。在这部经里头我们在一起学习，没有时间限制，细心的品味，法喜充满。我们将念老这几句话念一遍，与诸宝中，法宝是实宝，是真实宝。今世后世，今世得利益，后世也得利益，乃至涅槃。这是最高的。能为究竟圆满的利益，帮助我们证大涅槃。经中的宝字
习具如上注意，所说之法是真实法宝啊，此法至妙无上啊，故欲之为宝啊，用宝来比喻它，此法能满众愿，故欲为如意之宝。若切知此宝，就是持名之法，心愿持名啊。下面说，该念佛之心印，坚固不坏，犹如金刚故称为宝也。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，念佛心印，坚固不坏，犹如金刚。海贤老和尚92年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时时刻刻未曾丢失。如观佛三昧经，观佛密行品，这里头有个比喻啊，譬如有一个贫穷的人，以豪贵衣食啊，依靠豪门贵族啊，啊，生活时有王子出游，至大宝瓶，宝内藏王宝印，啊，贫者乍来侵富啊，拿宝瓶逃走。啊，王子觉知十六大宾臣啊，宾臣，这个就是古时候讲的骑兵啊，六黑象追之，这个持瓶的人走到旷野侧中啊，走到旷野池沼里头，毒蛇自四面来，欲猎持瓶者啊，惶惧而东西直走，见空侧中有一大树，文鱼头顶宝瓶呢，攀树而上，十六瓶疾驰到树下，瓶人见而吞王宝印，以手覆面，六黑象以鼻嚼树倒之，瓶人堕地，身体散坏，为金印在宝瓶中放光，毒蛇见光四散。这是举这么一个故事啊，一个比喻。下面佛说，佛告阿难，住于念佛者心印不坏，亦复如是啊，比喻宝印不坏啊，啊，身体坏了，宝印不坏啊，那么这个宝印就是这句佛号，这句佛号要真信，要切愿。
要加上这两个，没有真心，没有切愿，纵然念到熟透了，他不能往生。啊，我们要记住偶业大师的教诲。啊，大师告诉我们，能不能往生，全在信愿之有，有信有愿，就决定往生。没有愿，没有信，就不能往生。啊，所以心愿太重要了。啊，品位高下了，是念佛功夫的前身。啊，也不是念佛功夫多少，念佛功夫前身。功夫前身跟信愿有关系。特别是跟愿，啊，愿是求生净土，对这个世界要淡化，不能留恋，要看破。啊，如果对这个世界有留恋，纵然往生品位很低，不高。啊，所以讲功夫前身，不讲念佛多少。啊，当然，那个念佛多少的时候，他是自己用功的方法。我们看到黄念老往生之前的几个月，每一天16万声佛号。佛号，对顶念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接着念，日夜不间断的，睡眠的时间不多，啊，16万声佛号，啊，这是菩萨为我们实现的，啊，教导我们，我们念几句就忘掉了，啊，念几声就断掉了，跑了，妄念起来了，佛号没有了，这都是烦恼习气太重了。如何对治烦恼习气？无过于夜心沉念。啊，古人也有讲到，为什么念佛不能恳切？是生死心不切。啊，如果真正为了生死，那个心就很切了。啊，所以印光大师写一个大的死字放在佛堂当中，有道理，看的是我就要死了怎么办？念佛啊，生死心切，佛号自然就连上了。啊，所以誓愿要彻底放下。世尊在世，为什么不见道场？那我们再回头看看，建设富丽堂皇大道场的
那些修行人，几个人临终时可能放下？你放不下，放不下就六道轮回。留念道场呢？留念道场的时候，这道场里面没有男女婚配，怎么办？道场里有老鼠、蟑螂、蚂蚁，哎，就投胎这一类的畜生。他留念这个地方，他离不开，多可怜。所以要彻底放下，一定要记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话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这教我们，教我们彻底放下。人活在世间，80岁以上就应该要做如是观，活一天算一天。不要想到还有明年，还有下个月，还有明年，错了，一口气不来，这一世就结束了。啊，时时刻刻做如是观，就是生死相，生死心切，念佛的功德。就非常明显。啊，我多活一天，多给众生做一天的样子，啊，海鲜老和尚时时刻刻想往生，他真想啊，阿弥陀佛来安慰他，阿弥陀佛来祝福他。啊，说他修得很好，表法表得很好，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做好榜样给念佛人看，给学佛人看。学佛念佛就要学他这个样子，啊，要讲经教学，走大乘这个路子，那就要学释迦牟尼佛的样子。记住，释迦牟尼佛一生不见道场，啊，那个时候的环境啊，虽然有人聚集在一起，在我们想象当中，释迦牟尼佛他的这些在家出家弟子应该有3000人啊，3000人这么大的一个团体，他们讲经教学啊，国王大臣有时候都去听讲啊，对这个团体非常了解，这个团体都是好人，没有坏人啊，不会呀扰乱社会安全，护持的人多啊，护持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每天出去徒步，有人供养饭菜啊，啊，3000多人这个团体都是徒步，都是日中一时啊，树下一宿啊，里头一半
1255人长水弟子出家人啊，我相信在家也不会少过这个数字。啊，那我们现在的社会跟古时候不一样了。一定要适应，不适应就不能生存。啊，在这个现前这个社会，必须把物质生活降到最低。啊，确确实实能吃饱，能穿暖，有个小地方能遮蔽风雨就够了。啊，印光大师告诉我们，道场不要太大，住众不要超过20个人。好啊，小道场容易维持，有几个护法就够了，心是定的。啊，心定才能办到。啊，心要有忧虑，心不安，道业不能成就。啊，要懂得随缘，啊，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。这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啊，以后我专修净土，加一个念佛，啊，自在很重要。自在，身心安乐，放下就自在，不放下，这烦恼可不得了啊！啊，修六波罗蜜，修六合金，啊，我们净宗学会成立，提出行门五科。够了，净业三福，六合金，三学六度，普贤十愿，简单明了，这就是持戒。啊，真心切愿念佛，决定得生净土。啊，这一段比喻念老在瓜壶里的告诉我们，以上这段经文在宗建录95卷中有注解，他就没有把它抄在这里了。我们自己要想了解这个比喻，宗建录我们这里有啊，在95卷当中，你自己去查。啊，说但今应身言者，啊，引身说明，这其幕后所云，着重在这一句话上。佛告阿难。助于念佛者，心应不坏，亦复如是。对这个四句很重要。啊，说明念佛心应真宝啊，不是假的。故知念佛法门是真实不坏之法宝。我们要认真学习啊。
啊，思念佛妙法，心作心事，全心起修，全修在心。这几句话禅宗上常说的，自信起念，还念自信，一佛果觉作我因心，故令因心顿通果觉，助于念佛，心因不坏，功德之报正是此心，故此心因称为报应。啊，这些言语很简单，非常重要。我们要深究，不能含糊笼统念过。为什么？它能帮助我们断烦恼，化习气，让我们功夫得力，啊，让我们真正体会到念佛有效果，往生有把握。这一句话重要啊！啊，几个人念佛有把握？我们年轻时候亲近禅云法师，这在台湾是个很难得的一个大德。啊，我向他请教啊，老法师念佛，往生有没有把握？他给我们说实话，没有把握。为什么没把握？他有个毛棚啊，虽然很简陋啊，里面住了五个人呢，他也要管人呢，也要管事，也要给信徒们应酬啊，要不然供养没有来源呢。啊，这些都是他的烦恼。啊，所以我们才想到，道场越大，烦恼越多。学佛，清净心是第一关口。心不清净，修什么？修福，这个可以。啊，修福德不是功德了。福德能帮助你升天，帮助你来生得好报，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轮回，还是业力做主，所以麻烦大。我们如何能把业力转变成愿力，我们就成功了。啊，我们除了自利就是利他，利他还是自利，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怎么说利他也是自利？将利他这个好事功德回向给求生净土，这就转利他为自利。啊，总而言之，我们的目标方向就是一致的，啊，决定不改变的。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。
这个重要。啊，所以要知道。啊，把念佛法门称为真实不坏的法宝。啊，下面有说明。念佛妙法，他妙极了。九法界众生修这个法门，通通得也。九法界上面是菩萨，菩萨推到最高等觉菩萨，念不念佛？念佛。文殊菩萨念佛，普贤菩萨念佛，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啊，上从等觉菩萨下到地狱众生，只要符合信愿持名，没有不生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虽有品位不同，但是那个世界是平等世界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是平等法界，这就妙了。啊，如果还有真有四徒三辈九品啊，那就不能成为妙啊。啊，有四徒三辈九品，但是通通是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是法身菩萨，是圆满正德三不退的菩萨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。啊，三种不退转，通通得到啊！现做现实，这一句讲的是道理。观经上所说的，是先是佛，是先做佛。啊，净土法门的理论就这样。为什么念佛能成佛？啊，因为本来是心是佛，本来是佛。现在我念佛是心作佛，当然得是心是佛。啊，不是没有理论做依据啊。所以信愿持名是全心祈求，那全修在心，信修是一不是二啊，信是自信本具，我们迷了自信才要修，修的就是信，阿弥陀佛就是心德，究竟圆满的心得，所以全修在心，这个修就是心愿持名。那全修在心，全心起修啊，那是一不是二啊。欢念自心，自心起念，欢念自心，这个念佛佛号是从自心起来的啊，念的这个阿弥陀佛就是自心，就是自己的真如自心，就是自己的真心
啊，真心就是佛号，佛号就是真心。依佛果觉，作我因现。这句佛号是阿弥陀佛的果觉，究竟圆满的大觉。我今天就念这个佛号，往生极乐世界去成佛，把这个佛号当作我的因地心，心根觉是一，因根果不二。啊，说固令因心，顿通果觉。啊，顿当下就是啊，没有前后啊，啊，现在就是果觉。啊，信愿念佛，这一句佛号。就是果觉，果觉在现前，没有前后，前后因心果觉也如啊，不二啊。诸语念佛了，心因不坏。啊，念头就住在念佛上。心里头只住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。这就是诸语念佛啊，这个心印永远不坏，一切时一切处它都不坏，功德之宝真是此心，故此心印称为宝印。念老这句话总结得非常好啊，功德之宝就是这个心，就是念佛的心。心愿持名，一心专念，这就是宝印。弥陀大愿，普度众生成佛，唯见此愿，故大开法藏，广施无尽功德，所言无上之宝，即此信愿持名之真实法宝也。这四个字出现了，信愿持名，啊，心愿持名重要啊。这几句话我们要细心去体会，句句是真言，真是语，啊，特别是说出功德之宝是什么，就是这个心。这心是什么心？真诚、恭敬、
求生极乐世界的心。啊，要用真心，不能用妄心，妄心就错了。啊，用妄心就不是功德福德，那差太大了。啊，福德充其量你升天，升欲界天，色界天都没有指望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欲界天寿命长了，啊，桃李天上去，夜摩天再上去，斗帅，再上去，自在天，最上面他化自在天，欲界六层天呢。啊，不需要禅定啊，念佛不求往生，可以达到这上面。但是，寿命到了，再往下堕落，不会向上提升，肯定往下堕落。啊，这些因果报应清清楚楚。寥寥分明，我们不干这个事情，我们求生净土啊，求生净土，这才是真正是报应啊。下面弥陀大愿普度众生成佛，大愿在此地，阿弥陀佛希望我们早一天成佛，为见此大愿，所以大开法藏，广施无尽功德所言之无上之宝。这个无上之宝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，用这个方法，西方极乐世界是教学，佛在那里干什么？今现在说法，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，现在啊，他的教学没中断，学生在能听经，听到成佛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他才会离开讲堂，没有到彻悟，他不离开讲堂啊，那个地方人不需要饮食，方便呢、啊，无量寿啊，不要饮食啊，啊，所以他的盘腿一坐，坐上一千年，坐上一万年，很平常的事啊，啊，不稀奇啊，啊，大彻大悟，他成佛了。啊，成佛他才起坐，啊，这他离开讲堂，没有大彻大悟，不肯离开讲堂。你看，离开讲堂都成佛了，就彻悟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信愿持名，真是法宝。啊，诸于念佛者心因不坏啊。我们这个念头住在念佛上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心因不坏，实为一大藏教之眼目。那就是一大藏教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教啊，这眼目是最重要的。啊，一个人有眼目，他才能看得清楚啊。
要没有眼目是一片黑暗啊，这个眼目是大放光明啊。啊，持名念佛时就是心因放光时啊。故云一生佛号一生心。这句话说得好啊。啊，故大集经曰，若人但念阿弥陀，世即无上神妙禅。啊，念佛要不要再学禅？不需要了。为什么？禅在佛号当中，啊，这佛号不但是禅，是无上深妙禅。超出了禅宗，为什么？禅宗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他这个佛是分正佛，不是圆满佛。啊，为什么？无明破了，智慧开了。无明的习气没断了啊，断习气可不是容易事情啊。为什么？没有方法断，你有方法就起心动念，就往下堕落了。这个时候不起心不动念了，用什么？随他去。时间长了自然没有了。多长时间？三个阿僧祇劫啊，三个阿僧祇劫，无明习气断干净了，才真的究竟果位。那么净宗不需要啊，净宗一下就可以能成就，所以它是无上神妙禅。所以于上之语，我们对上面讲的这些话啊，宗经录所讲的，大集经上所讲的，真正能够相信，你看，若能信受，即是蒙佛圣恩啊，为我开智慧之眼，得光明之身呐、啊。上面心因之语，亦即是如来心心相应之因，以助足一心传心之心。开此宝印，分身难保啊！这个恩德太大了啊！这一段他所引的经文啊，引用的祖师的日录，非常宝贵啊，能帮助我们解决大问题。啊，能帮助我们功夫得力啊，但是要真心啊，没有真心不要紧，多念呢、啊，念上一百遍，念上两百遍，念上三百遍就不一样了，自然能够起入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